我在意大利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菜。都说欧洲物价贵，今天咱们在意大利超市拿了张传单，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。看这大西瓜，高绿啊，2.98元一公斤。西红柿是1.98元，这种酱比较便宜，7-8元一个。看，这是海鲜区，肉肠是2.8元、3.9元，那个羊肉串1.8元。很便宜，这个也不错，8.99元特价，这估计能拍死谁一下。看这大披萨饼超级大，6元，648元是吧，50元一瓶，3.9元，因为我也不太懂酒，这个10几元一瓶。可乐看，这么大的2元吧，就是说啊，16元。但你看这种 Cola 他们当地的8.9元，瑞德门1.34元。自驾的话一定买这种水，和这个欧元是2毛一瓶。奶酪，你看这边的火龙果好大，我的天，1.5元一包。拌沙拉是意大利的意大利面，呵呵，8元，很重，哎呦，很重。这种大的也是1.25元，关键它还有这种小的意大利面，好可爱，碎碎的，好逗。给大家安利一下，意大利饼干之王，认准这个蓝牌子，这个牌子是意大利最好的带气儿的水。结算了。我一共花了9.9元，采购完毕。看那大哥用心的服务，从那里走到这里大概有30米，我需要给他2欧元的小费，太热情了。你找不到我耳朵。